工作人员忙着搭建舞台，替尾牙做最后准备。为了满足顾客需求，饭店业者不断加强硬体设施，全新打造350寸的演唱会规格 LED 主屏荧幕呢，让老板出场的时候就像演唱会一样，气势磅礴。包含婚宴呢，经常使用到的缆车也可以运用在尾牙场合上头，从天而降，宛如超级巨星。不仅一体设备再进化，就连客制化也不能少。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乐团，我们有些特约的厂商。Live Band 炒热气氛不冷场，还有主持人在旁 hold 住全场，通通由饭店打理。穿美班员工开心吃尾牙，不再手忙脚乱。客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资源，他如果需要一些贵宾上的一些装法、礼服，那甚至是当天的主持人、当天的气氛的营造、表演、乐队等等，其实我们都可以提供他建议跟服务。今年尾牙微型化，多的是各部门自己打理，连带让场地有更多空间变化，依照自己喜好打造主题风格。饭店人员摆上精美花艺，因应农历狗年放上应景小狗。尾牙餐序不比排场，而是借由主题布置量身打造。这个现场的设置呢，包括不管是花艺或者是现场的所有的设计感哦，都可以由客人自己来发想一些主题，配合他们主题来做设计。景气回温，加上有充分时间办尾牙，连带让饭店尾牙业绩增加至少5%。也因此，除了基本硬体设备与菜肴，能提供更多元服务，才能顺势脱颖而出。记者华少平、谢维仪台北报道。